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课程班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讲一下散打的腿法组合，大概比较常见的一些腿法的组合。那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做讲解和示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一个组合：左脚前蹬腿，然后右脚高鞭腿。好，我做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当中啊，要注意一个要领，就是落地脚重心不要完全放在脚后跟上面，脚尖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旋转，所以呢我们要起转脚，好，高鞭啊，左前蹬腿呢击打腹部胸部这个位置，然后后高鞭腿击打头部。好，再看一遍，一、二，过圆格斗式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第二个腿法组合：左低鞭腿，右高鞭腿。好，做一下示范格斗式啊，先做一个直接起的动作，重心向后，重心首先向后啊，一落地也是脚尖直接转脚，踢踢，左低鞭腿击打对方的大腿、腰部、小腿位置，右高鞭腿击打上身、胸部和头部位置。还有一个注意，我们再做一个垫步的。垫步，啊，一，二，回来，还原格斗式。在做的过程当中呢，注意我们的手始终保护。我们以前讲过，啊，一，保护，啊，一，二，手，保护，保护下来，马上还原格斗式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腿法组合。左脚前蹬腿，然后后脚侧踹腿，讲一下。对，我们直接起，一、二，转身，侧踹，再看一遍，一、二。好，我们注意的时候，我们前脚踢的时候击打腹部。后脚击打侧踹腿，击打胸部头部位置。在做的时候还是和一样，要有一个保护的动作啊，一啊，回来的时候注意，我们要转脚速度要快啊，起这马上转回来，脚转回来，踢出去，回来格斗式。接下来是我们第四个腿法组合，左脚前蹬腿，右脚后踹腿。好，做一下示范。好，一，重心向后，啊，重心向后，起脚，正蹬，然后脚往后摆，啊，踹，再看一遍。注意，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啊，要注意一个脚的落地。一，蹬出去，脚落地的时候，脚尖往回扣，然后转身，迅速看后边，抬脚，贴住从大腿另外一条腿大腿内侧过来，然后直接起，踹出去。左脚也是击打腹部，啊，击打腹部，胸部、腹部这个位置。然后右脚转身直接击打胸部头部啊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第五种腿法组合，左低边腿，右后摆腿。好，先做示范。重心我们也是直接起啊，直接起，直接起啊，低边大，直接起，然后摆。讲一下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个转身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踢腿的时候，一踢腿落地脚扣住，扣住，然后呢转身也是一样，看好，棒回来，马上格斗式做好了。好，再看一遍，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六个腿法组合，左脚前边腿，右脚后蹬腿。好，做一下示范。好，一重心向后，大边腿，好，二直接落地向前，大正蹬，再看一遍。好，还原。我们注意动作的连贯性，重心也很重要。我们接第二个动作的时候，注意第一个大落地，重心向前，好，起脚蹬蹬出去，然后回来，还原格斗式。前脚也是击打大腿腰部位置，右脚胸部、腹部，和头部正蹬，啊，右脚正蹬。那是我们最后一种腿法，这种腿法呢我们通常用的会比较少，但是我今天讲一下。第一个跪地前扫腿，第二个是跪地后扫腿，大概讲一下做法。一上右脚，然后左脚向前迈，向下跪，好，身体向后，直接用你的脚大扫掉它的重心，再看一遍。好，一二直接倒地，好，直接扫，啊，这边用手撑住支撑，啊，大扫倒开。好，跪地前扫腿。来，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跪地后扫腿。和武术的后扫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小腿的一个支撑面。OK， 一支撑，然后呢后扫，啊，后扫也是倒住，然后直接用脚扫回来。在做的过程中呢，注意。小腿贴住地面，直接下去贴住地面，然后转你的腰，然后用力击打对方的重心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讲了散打的腿法组合，在运用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每种组合呢，大概每天或者是两天，所有的组合每一次练十遍。然后呢反复的练习，习惯它的组合动作以后，在用的时候呢就比较灵活，用起来就比较灵活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下节课再见。